把汤喝了。哦，好。原来妈妈这么爱我，大晚上给我煮汤，太感动了。只喝汤是不存在的，来点肉。太有嚼劲了吧！配上老妈的浓汤，真的是绝配啊！吃起来又麻又辣，还特别的爽滑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现在已经十点了，我妈已经睡了。哇哦，来了来了，我们来了！我超爱山东人民，他们居然能创造出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看起来就很饱满多汁，跟那肉窄不窄？不行，你配上三碗大米饭才够。你晚上是没吃饱吗？别走，别走。哎，我惦记你尾巴很久了，怎么聊没几句就生气了呢？算了，还是自己买的靠谱。好香的卤水味呀、啊！咬起来特别有嚼劲，而且口感和大猪蹄子好像啊，都非常的娇嫩啊！怎么又把猪放床上？妈终于出去收租啦！经过精密的计算，妈妈走到电梯口需要20秒，电梯每下一层楼需要2秒，来回时长需要5分钟，收租需要10分钟，走时长在15分钟内填饱肚子便起床睡觉，安全。所以精致的小锅煮，仪式感是不能少的。妈呀，肉面太有嚼劲了吧！太幸福啦！妈，我能再吃一口吗？你吃啊！比拇指还粗的龙虾尾，可还这么的薄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咦，这龙虾可这么好吃的吗？好东西当然要留在最后啦。好鲜好辣好过。妈，虾帮你剥好了。在哪买的？妈妈，能留2个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鸡腿鸭腿已经不能满足我了，城里人现在都是吃兔腿，晓得吧？这款四川特产肉质贼紧实，这兔子一看就见过神，饱满多汁。反正我最喜欢麻辣味，一包有2只大兔腿，单身狗就别买了吧，我怕你们撑不下，嘿嘿，散会。我刚吃完兔腿，就有粉丝私信我，问有没有快头小点的兔肉对接盘，今天就盘。这款冷香兔丁，单身狗绝对吃得完，原汁原味，肉质又很紧，汁嫩滑。反正我是已经囤了一下了，嘘，我不会被我妈发现的。都叫我吃兔腿，来办它！今天我把整只兔的4条腿都带来了，啊，爸！你没看到我，我也看不到你，明白 ？OK OK， 哼，男人又藏私房钱。看看这肉太实在了，满满的肉香味。这问你们饿不饿？不知道你们都懂。妈妈没吃，粉丝逼我的。我举报，老爹在尿壶里。你们一两天都下不成，气死我算了。大的小的都不省。爸，下班了。你这有没有叫菜？我把剩饭吃了，面吃不吃？你先出去洗澡，把剩饭留下。这几年没白疼。教你大晚上如何养猪致富。好香啊！你试试神仙芝士火鸡面。哇，还加奶酪。芝士好吧？哇，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幸福感爆棚？爸，你要吃霸王餐吗？不用吧，不用。哦，除夕夜喽，除夕收获喽。我带带节奏，先来小菜预热一热。嘘，你们看舅舅，别说话。他怕初一的祝福太多，给你们拜个早年。一拜各位横行天下，二拜八方来财，三拜玉牌珍灸越吃越有，别罚大家多吃多喝。阿霞没有看到我先吗？没。赶紧出来帮忙啊！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鼠年大吉，拜拜。